最最最重要创始人之夜，首先有请最最最重要的创始人们入座。坐第二排吧，走两个楼梯来。嗯，这儿有楼梯，小心来，上。你就带好，我跟着走就行。好，这儿来右转。嗯，这儿6到12。心灵妈妈，你走路不方便，坐12吧，好吧？对，啊，你就来，你坐这儿来，你再往里走。啊，我坐你旁边。哎，你进来，6到12。你往里走，你们往里面坐。对，这边你已经到头了。对，真的往里了，好多人啊。七八八，我们是前后邻居。来，因为我这是邻居你姐姐是吧？啊，是。后漂亮，漂亮的吗？牛练，牛练的吗？长得好像，风格一样的，风格也一样。哎呀，我们不摄像头，我摄一下，马上出去搞笑。你去过？谁是田金凡爸爸？田金凡妈妈，田金凡妈妈，我是孙振宁妈妈。天真凡主播，天真凡主播，叫张一凡来了吗？张一凡妈妈没看到。我在找谁是田金凡家的，我家振宁穷哭了。他们三个人玩的特别好。对。哎呀，还不开始？就是啊，咋回事？把人搞得紧张的。是的，我的心里一直平不下来。啊，就是。一会儿他看他们走红毯。啊，他们穿的服装和衣服跟每天都不一样，好期待小林俊怡走红毯什么样的。首先有请内内吴雅露刘念。哎，刘念小可爱小公主，小公主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黑的是内内吗？对，黑的好像是内内，中间那个是吴雅露。刘念真的好可爱，真的，刘念好可爱。嗯，你看他那个大眼睛，太有意思了，好可爱呀！看刘念好小啊，看着一个小，就看着像小朋友，是一个小朋友。在写东西，签个字，就跟走红毯一样，到那儿就签个字，然后再拍拍照。下一组是谁呀？现在是康熙、胡嘉欣、金宁。哎呀，好可爱的哈！这么看，这两个好像。对，看着好像。对呀，他们俩是有点像。我就是康熙。这个穿白的，浅色衣服。这个康熙是吗？是你女儿吗？嗯，对，是你的。下面有请王珂、华晨妍。哎，我喜欢王珂这个，很飒的，像那个王子，还遮住半个脸，嘻哈，对，嘻哈的。王珂就是走酷帅风哈，对，哎呦，王珂好帅，好帅。是右边这个华晨妍哈，对，右边是华晨妍，左边是王珂，对。还有跳跃，对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两个出来很搭，好帅，帅。他们两个很大。下面有请下一组李佳恩、胡马尔。来了，李佳恩和胡什么？胡马尔，胡马尔爸爸在这儿来了，你的女来了。挺漂亮啊，今天变了，跟平时公主造型啊，挺漂亮的。也不是公主，这个是王子，王子和公主，对。
一组有请谢安然、苏瑞琪。诺丽塔女王，她平时就专门是这种的那个，对。啊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也是一个王子，一个、啊、王子一个公主，是王子啊。他们家穿的公主。很会摆啊！对对，她平时一直拍的嘛，舞台经验，舞台经验很足。对，她挺会摆姿势的。哎呀，好看，好看。我估计梦琪会跟林俊怡。下面有请李梦琪、林俊怡、张青。好漂亮，林俊怡！哎呀，张梦琪！李梦琪，看你丫闺女，好有范的啊！好像是模特啊。阿姨没有我想象的矮。没有啊，漂亮啊！哪里？华丽入场，我们啊。哇，这么大的影厅，好久没有来电影院了。我们是要来看电影吗？你先吧，我的裙子太大了，好累哦。哦，谢谢念念，谢谢。这里吧，可以吧？奶奶，奶奶，今天是女王 ，Queen， 女王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地方 ，Lady。Lady 啊，我不是 Lady。OK。大家今天都好华丽哦，穿上这身衣服都不敢说，都不敢大声说话。下面有请许萧涵、朱主爱，组合名萧朱佩奇。萧朱佩奇是谁啊？许萧涵。许萧涵是红头发那个。啊个头都好高啊哈，这个1.7米多吧，1.73米，对，哎呀，就是大美女。你说珍妮也是红头发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有的粉丝说看起来是紫的，有的人说是红的。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下面有请王一桥、陈卓璇。哇！来啦！哎，小可爱。就是这也是反差吧哈，印象都是非常甜美的那种哈，非常鲜，但是暗黑，好可爱。下一组有请陈珂、拉娜、灰灰、田金凡。